民众搭乘捷运或是公车都会使用悠游卡 B 卡上下车，但现在悠游卡的造型千变万化，只要你想得到都可能做到。就有网友发现网络商城出现苍蝇拍悠游卡，可以看这亮绿色的造型就跟阿嬷打苍蝇的牌子一模一样，外包装也是相当接地气。画面一抛出，吸引100个网友留言说，这下会看到一堆人在打机台，可以打苍蝇又可以来搭车，一兼两顾，到时候不要拿来搭公车，拍下去会吓到司机。但有人说带出去很麻烦，还是习惯带卡片了。不止苍蝇拍悠游卡吸睛，过去还推出马桶神器悠游卡，有着绿色长柄，底下有个黑色吸盘，相当可爱。悠游卡造型百百种，也让搭车多了点乐趣。